各位学员，请就座吼，咱一分钟后要开始上课。各位好，我们今麦开始上课啊哈！大家起立。大家坐。各位同学，大家老早。今日真正上辛苦的一天啦哈，因为自早起到暗时，吼，一直到暗时十点我才下课。啊，不过希望今日吼。规工的咱的课程吼，会予大家搁较了解吼。因为我拄开始嘛，甲各位同款吼。我拄来到遮的时阵，我也有很多的疑问啊。歹势吼，大概讲讲的都讲到北京话吼。哎，这自细汉吼，讲好多话讲无条底吼啊，所以今晚讲讲的讲到北京话啊。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听不懂那个台语的？有吼哈，那这样我就有理由可以多讲北京话哈。我刚开始跟各位聊到这里，我也一样哎，我也很多的疑问。我相信各位刚开始跟我一样，因为我都开始嘛，是因为我爸爸家也来个家哎，好，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先接触到嘛，他们很久以前都一直在接触。那我们哈已经受了68年的中华民国的教育，对不对？我当然年纪没有那么大了哈。我说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老一辈到我们现在68年来就教我们，教得很清楚，好，我们也听得很明白。所以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也问说：“那哪有可能会这种？”各位，相信各位跟我刚来的时候一样，会有这种疑问的哈。各位举一下手，让我知道，我才有办法继续讲下去，让各位可以越来越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执政，对不对？好，我们凭什么执政？好，会有这种疑问的举一下手，有哈。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执政？我也会在这样想啊。啊，那中华民国会这么简单的就离开吗？因底下已经占据68年了呢。已经扔头青骨了啊！他已经去加官表功，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很自然而然都已经被同化、被深化哈。对那种思想，好，已经非常非常的执着。我在美国上很多课程呢，就有上到注意力这一块。注意力这一块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注意力的系统哦。第一个部分叫固着的注意力。什么叫做固着的注意力？你把你的注意力哈，从小已经接受到一个观念哈，比如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你从小就接触到了，对不对？那个里面哈，不是只有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七个字，中华民国在台湾七个字而已，这下面有很多的信念去支撑你这个桌面。为什么？你从小念的历史课本、地理课本，你小时候念的，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念的怎么样啦，但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是长江流域啊、黄河流域啊。好，青康藏高原啊，喜马拉雅山啊，这些在念的是这些，没有念台湾的地理。那时候国小的课本好像没有教浊水溪有多长，对不对？也没有教我们的秀姑峦溪到底是怎么样，没有教。所以你认为中华民国在台湾，你就会觉得说，中华民国政府，它是在中国大陆，然后现在暂时在台湾，而整个中华民国的土地是扩及到，那不是在常常在讲说治权在台湾，然后政权呢是整个中华民国。中国大陆，所以你的信念桌面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信念的桌角是有很多的，他从小开始给你的奴役教育，从小开始一直不断的帮你灌输一些你认为是对的错误思想。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开始会觉得说开始有困惑。我第一个有困惑的是当我去美国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
人家会质疑我们呢、啊。我们有时候聊一聊，会聊到台湾的政经情势，他们就会问的很简单。他说：“为什么你们的奥运代表队，他们不能叫做台湾队？我们的奥运代表队到国外是叫什么？各位知道吗？中华台北嘛，很清楚叫中华台北嘛。那为什么不叫做中华台湾？他是台湾队的啊，不是吗？他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吗？在岛内，他不是都说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为什么到国外变中华台北？”那中华台北到底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吗？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台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他在台湾，哈，但是他真正的哈登记着注册，在世界各国登记注册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他不是在台湾。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初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伦敦它有很多流亡政权，包括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对不对？没有啦，英国没有流亡政府啦，英国政府就在伦敦嘛。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被他们这样的 A 等于 B，B 等于 C，C 等于 C， 就这样一直推论下来。下一节课潘老师就会告诉各位，你们慢慢就会了解到说，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那英国政府也在伦敦。那波兰政府，然后那个法国政府，他们可以宣布，他可以宣布说，伦敦是我的吗？伦敦是我法国的，伦敦是我波兰的，可以吗？不可以呀。那为什么中华民国就可以宣布台湾是他的？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的法理我们的残余主权，日本天皇对我们只有残余主权。我们的整个主权那时候日本天皇没有办法帮我们宣达主权。如果当初我们还是大日本台湾人。所以在当初那个状况就可以宣布残余主权他可以宣布他的主权的时候，他可以像英国一样，不准法国不准波兰继续占领在伦敦，他只能暂时在伦敦，所以他们后来也都离开了。啊，因为日本天皇没有办法帮我们做主，但处理不妥当，美国军事政府又这样子，根据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状况，就让台湾慢慢的台湾人民就开始接受中国教育。不管是纳粹啊，不管是任何的那种教育哈，他只要透过不断的哈对你洗脑，不断的输入观念，你就很久过了几年、十年、二十年，就会习以为常，你就认为这是真的。所以我跟很多我们的前辈、我们的教授聊过，现在我们在做的哈，我们不知道说会不会有结果，我们当然知道说。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是对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执政，百分之百一定会执政。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就像甘地那时候也不知道印度到底会不会和平的从英国手上拿到印度的拿回来他的政权。就像曼德拉，他也不知道说到底能不能和平的从那个南非的白人手上拿回来南非的政权，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你们在做的，你们现在受训的，在学习的，是为了你们的下一代。难道你们希望你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小朋友念的历史跟我的小朋友一样，念的历史永远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吗？难道你不希望他们念到真正的了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吗？难道你不希望他们真正了解到说，到底二二八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到底为什么当初躲在澎湖不敢来台湾？各位知道，蒋介石刚开始从重庆飞是飞澎湖，他不敢飞到台湾，为什么？从重庆撤退他战败国，他打输日本。当然，最后我们战败了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战败？我们是日本大帝国嘛，所以最后我们战败嘛，我们代表日本去参战参政嘛，最后我们战败。当初我们把蒋介石一直从南京这样一直打到他退到重庆，他真的没有退无可退了。要不是那两颗原子弹，那两颗原子弹牵涉到很多的历史，这些历史你们如果有机会去详读，你会发觉到说，真的很可惜，当初去那个日本去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如果去把他们油库炸掉第一波炸掉他们的那些军舰，第二波因为航空母舰回来嘛，所以第二波去炸的时候去迎战航空母舰，其实只要按照原来的策略，第一个把战舰炸掉，第二个把油库炸掉，美国没有那么快爬起来，日本跟德国可能就长驱直入嘿。当然这样子是不对的啦我们知道说战争一直侵略别的国家是不对，但是当初，全世界还没有航空母舰的时候，大日本帝国就有多少航空母舰，各位知道吗？各位知道现在为什么
大日本帝国，它可以大日本的海军哈是全世界军力评比第二，它可以说在十分钟之内把中国的海军全部击沉。为什么？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光荣哎。就像当初日本跟那个中华台北在那个东京在打那个经典赛的时候，啊，中华台北到九局下半被追平，然后最后输了，然后大家都很沮丧，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是拍手，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上完课，我知道我们赢了。我们是哪一队？我们是日本队啊！可是我们都，因为他们中华台北队输了，中华台北队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慢慢了解这个概念跟这个事实，跟这个很清楚的。我刚刚讲到日本的潜水艇啊，日本的潜水艇是世界一流，它有在北海道有储存大概超过120艘。那为什么现在服役的只有12艘？因为日本战败了，所以全世界规定说哈，日本的那个潜艇只有12艘可以服役。但他们很聪明，我十二艘我盖好潜水艇，我建造好潜水艇，我下去服役一年之后我就除役了。一艘潜水艇可以几年除役？超过30年了。他一年他就除役了，然后就停泊在北海道，所以那些都是新的潜水艇。所以他如果一服役哈，如果真的有人要去打日本，他马上可以超过120艘潜水艇，马上投入到水底下去服役。所以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他的敌人在哪里，就全部被击沉了。这是我们的骄傲哎。这些骄傲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无形中一直被抹灭，一直被抹灭。甚至在228的时候，为什么哈？我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各位谈，为什么228事件，很多时候美国没有办法站出来帮我们讲话。我们看那个阿 K 看那个228事件，这让各位知道说，其实如果根据法理，我们的流程我们走错了，我们不应该去跟中华民国诉冤。你看哦，1947年228屠杀论述有一些必要的观点跟大家说明，这是在我们未来会出版的《台湾战争史》哈。George Kerr 他在《Formosa》这本书里面提到哈，在美国人的纵容之下，中国人残忍对待不懂国际法理的日本台湾人，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这些精英，我们不懂国际法理。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去日本，我们也没有去美国，我们反而去跟中华民国诉愿。中华民国呢，他可以说，其实美国政府知道中国占领当局不当治理台湾，可是，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不可以放任中国占领当局以严惩叛逆的名义对被占领的日本人展开屠杀，在台湾倒行逆施后，却以台湾人先杀中国人作为展开屠杀有理的荒谬谎言。他说：“我们先杀他们。”然后因为战争法，我们是战败国，我们是战俘，所以呢，他可以对我们，因为我们去攻击他们，所以他可以对我们展开大屠杀。228事件那个228的那个纪念馆里面有多少的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分子供奉在那里，纪念他们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吗？只有几百个人。可是真正的哈，228事件发生之后哈，过了2年，在那个台湾省政府哈。那时候去清查，在日本时代有户籍，到了228事件结束之后，户籍不见了，人不见了，有多少人？各位知道吗？225000人。嘿，所以这些人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我只是念了一点书，我就要被杀。为什么？因为他要让我们大家重新洗脑，让我们完全忘记我们的历史。我岳父哈，那时候在每天从那个。台中到彰化做生意，每天拿着新那个旧台币回来台中，就有一天回来的时候，突然旧台币全部变成新台币，变1块钱。这些一点一滴的，他们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们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日本人。那时候我小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爸爸、我爷爷他们都说他们是日本人，那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中国人，那为什么奇怪？我爸爸是日本人，我妈妈是日本人，我爷爷是日本人，然后我变中国人，不觉得很奇怪吗？到底这个国籍法真奇怪啊，怎么可以这样混？人家说至少混是中国人混那个无国籍的混完变。我们现在经过我们秘书长哈，他去告美国之后，我们大家现在的国籍是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无国籍啊，目前无国籍，因为日本天皇还没有把我们领回去，所以我们现在是无国籍。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循一些模式回归到日本天皇的治下？这些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哈，琉球模式哈。那所以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在做对的事情，将来一定会有结果。你不用担心说那个结果你看得到看不到，
我相信你一定看得到，因为我相信我也看得到。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好，让我们自己准备好，能够来接政权，能够来服务我们的台湾的真正的本土台湾人，让他们从以后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这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一定很了解，今天不要再去跟他们抗争了。今天我们在接政权，我们跟谁接？当然啦，我们是跟美国军事政府接，我们跟中国国民党跟台湾当局一点关系都没有。台湾当局他们在接的是，他们在接是也是跟美国军事政府接的，我们接也是跟美国军事，只是今天换一个人来治理台湾而已，啊，更合法，更合理，好，不用再找一些当初错误的谬思。那我们来看看二二八，先把二二八看完哈。二二八哈，我们同情二二八的受难者。其实哈，现在已经淡化了。台湾人被集体洗脑，真相被扭曲，所以哈，转为蔑视。所以哈，将施暴者定罪，才是对受难者哈不退转而铭记的哈。所以将施暴者依法理定罪。我们不要去同情二八事件哈，占领当局哈违反国际法，不法及不当治理。要由被占领国际政府被占领国的政府依法理诉诸国际法庭，正义才可以伸张，也是唯一替死难冤魂讨回公道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国际社会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1947年台湾人反抗中国人统治。从战争法的观点来看，二二八事件就是被占领的台湾人立场虽然是反抗有理，但是中国占领当局他是屠杀有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战俘，我们整个国家是被占领的。我们是日本人，但是我们被中国人占领，所以他可以对我们屠杀。因为就战争法而言，我们如果去反抗他，就算夙愿，就算我们不小心打死他们一个人，我们也是在反抗他们。他们可以对我们展开大屠杀，就像那个德国对犹太人一样，他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开始就去屠杀他。所以我们要诉诸，就像后来犹太人诉诸那个国际法庭。现在这么热线吗？就像中国那个犹太人哈，他对那个德国人诉诸国际法庭一样，我们以后也要对中国人诉诸国际法庭，我们才能够讨回我们的公道。所以呢，二八事件是因为台湾地位混淆所衍生的悲剧。我们真正不了解我们到底我们的地位在哪里，因为当初跑到日本去诉愿的，跑到日本去请求成立的这些人，回来都被中国当局暗杀掉了。所以我们会越来越混淆，越来越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一直到现在。一直到8年前，秘书长告完美国之后，美国很确认，美国的国务院甚至美国的军事政府，他们都很确认，他们有必要协助台湾人恢复他们的国籍。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治难民，我们生活在政治这个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那个政治冤狱里面，这些都是他跟我们确定的事情，所以他要开始对台湾人展开一系列的协助，所以我们才会开始申请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你到底怎么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哦，这个最近考郡所，大家都非常了解哈。我们在每次上课，我几乎都会，我的身份证现在放在那个警卫室哈。我们都会拿出我们的身份证，上面写中华民国，对不对？我们的钞票上面是不是也写中华民国？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啊，除非你有这张本土台湾身份证，有吗？你有身份证了吗？你一定要请身份证哈，你将来身份证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哈。我先把这个讲完了。中国占领当局对台湾运作做两面手法，一方面他编造中国光复中国台湾，其实是日本台湾呐。台湾到底有没有光复节？台湾到底有没有光复节？台湾根本没有光复节啊。可是你觉得很好笑，我女儿到学校跟同学讲台湾没有光复节，然后每个同学都开始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老师？因为老师很严肃嘛，问一下历史老师嘛，老师最懂嘛，老师当然会跟他讲台湾有光复节啊。他念到正确的台湾历史，他告诉他的同学，他同学说：“你真的要去问老师，没有你会考零分。要填有台湾光复节，然后你真正了解没有台湾光复节这个现象，我们要赶快去把它改变过来，让他们可以真正了解台湾并没有光复节。台湾从头到尾就只有被占领节，我们只有被。”日本，我们只有被那个中华民国占领，我们被美国占领，我们没有光复节啊，因为我们是战败国。我们那时候，我们是从日本的拓殖地，在1945年的4月1号，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各位一定要了解，从拓殖地本来拓殖省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才会了解到说为什么台湾后来在任何的战争法都是属于日本的。当初签订下关条约，东北三省也割给日本啊，为什么很快的在国际整个社会的抗议之下，日本放弃对东北三省的占领，还给中国？为什么？不是，因为东北三省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它不能被转移主权，它不能变成日本的。当初台湾、澎湖，这些地方，它是属于拓殖地，中国的拓殖地，日本的拓殖地，殖民地可以被移转。就像索马利亚对意大利一样，殖民地可以被移转，可以被转让，殖民地也可以独立。但是殖民地一旦成为某一个国家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后，它就成为那个国家的领土。所以那时候本来日本对台湾，它就已经设定了台湾是一个它的另外一个南洋的一个岛链，整个跟那个 Okinawa 冲绳一样。所以在这些国际局势那时候微妙的变化，因为变化的太快了。快到哈，我们自己都还不太能够适应，因为也在1945年的8月，我们就战败了，我们才刚参战，我们就战败了。可能也许我们在第10方面军早点打，也不会那么快战败哈，因为我们的高沙组真的非常骁勇善战哈，所以这些历史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一定要回复到正确的历史，才会找到我们自己的荣光，我们才可以有正确的法理，正确的台湾地位，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没有这样，我们一直走不出去耶。我们现在这样的现在的模式困在这里，现在的模式不管40年，不管50年，不管100年以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参加任何国际组织。我们还是中华台北，因为没有台湾平民政府，因为没有一个国际上可以承认的整个主权独立的一个政府来运作。我们的法理现在就要开始走正确的走法理。你要开始走法理，你才会知道当初为什么我们的学者他们不应该去跟中华民国诉愿，而应该跑到美国领事馆。按照国际战争法的原则，除了受制万国公法，征服者的意志就是征服者的征服地的法律。除了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有一些规定嘛，他不可以杀战俘啊，不可以做这些荼毒的动作，不可以转移国籍。除了万国公法，他其他的只要我们去反抗他，他就可以按照法令来治理我们。然后呢，这个要讲，台湾那个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是秘书长常在讲的，各位一定要有个概念。他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把台湾人当作什么？日本人。他把台湾人当作日本人，把我们当作战俘。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教育了之后，他自己开始改编教科书，他就开始说把台湾人当作什么？第二个阶段，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他已经把我们都偷偷转移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他开始自己美妙的幻想，我们已经都是中国人了。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他把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当作什么？台湾人，这是第三个阶段。所以现在中国人也把我们当作台湾人。所以现在我们要很清楚的，美国的军队明年要进来，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分得很清楚，他要分为在台湾的台湾人，在台湾的中国人，你要分得很清楚，这样才可以去归类他们该到他们的地方。但他们现在也一直这样想把我们混的让我们搞不清楚这样，但这还是搞得清楚，一定都有方法的，只要按照法理按照法律来走，一定都有方法可以解决。时光可以倒流，台湾人应该向美国台北领事馆陈情，恳请美国政府敦促中国占领当局依照美国占领琉球模式设立台湾民政府，类似228事件的悲剧就可以不用发生了。但当初因为一连串的他们就一直很那也没办法啦，因为他们狗急跳墙了，很多的文件蒋介石来到台湾之后，那非常多的文件，因为英国啊、日本，他尤其是把台湾人全部改成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受到英国、日本啊、英国啊，还有那个法国这些国家的群体反对，所以那时候都有密件说已经都跟美国协调好了，要把蒋介石跟
那个蒋经国一起再让他们流亡到菲律宾，所以他们准备要流亡去菲律宾了。但是那时候又是刚好爆发韩战，每次韩战对台湾都有一些好的、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韩战都是一种契机，如果最近韩国如果发生战争，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契机，刚好拨乱反正的契机，这些在战争史里面通通都有写到。我现在讲的都是秘书长讲的战争史，所以像我们如果很清楚知道说，当初中国人在台湾对我们的一些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狗急跳墙了嘛，蒋介石来到这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也不可能回中国大陆嘛，他只有继续流亡，他当然不希望天天在流亡，他希望留在一个地方越久越好嘛，因为留在一个地方越久，那个地方的人民就会越淡忘，甚至有的时候会迷失。好，我们就会搞不清楚，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上过，你回去看，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过去的那个上课的影片，你看我们自己，我们平埔族的特征，当初为什么来到台湾，这些汉人来到台湾没有办法衍生出他们很多的后代，为什么讲说有登山公婆登山妈，这些在很多的过去的那个课程里面都有教过。你如果花一点时间，我建议各位，如果回去每天花一个小时进修就好，你就开始会对我们正确的历史有了解。其实中国人来到台湾散播的他们的种不多，真的不多，大部分都是我们平埔族。我们的手腕这里有一条印记，还有我们的指甲，小指甲有印记，我们有很多的印记，包括双眼皮，这些都是平埔族的印记。所以这是本土台湾人的印记，我们并不是中国人。但是受过这68年的教育以后，我们真的会以为我们是中国人，那很可怜的。我们明明是假设我们是狼了，好，我们是狼，我们现在就是披着羊皮，然后到处被人家看我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我以前也通通不知道，跟各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各位，让各位了解？因为台湾现在已经面临一个转机，整个国际局势一直在变化，中华民国他也没有办法这样继续拖下去，他要嘛他就是能够在国际上拿到台湾的这个地位，台湾属于他的，要嘛他就只能继续流亡。所以他现在透过美国的步步进逼，他们已经很认真的在金门盖好了行政长官公署，非常豪华，金门人都以为是豪华饭店，可是我们很多的同心有的去帮忙那边建设，他们知道那个是在中华民国在金门的行政长官公署，他们也在平潭建设了非常多的平潭号那个可以车子啊什么就一起去运到福建平潭，平潭也建设非常多的房子，而且平潭现在由宋楚瑜在管理，而且平潭现在有讲说只要中国的在台湾的第二代都可以去那边登记分发房子，这些他们都已经在为他们做准备，所以他才会开始明年的1月1号开始所有的罚单通通要 double， 各位知道吗？高速公路的罚单啊，然后什么他开始在很清楚的开始在 A 钱啊，本来3000块变6000块变9000块，然后酒驾变10万什么，当然酒驾是不对的，但是高速公路的超速罚单，然后闯红灯啊，红灯违规右转，这些罚单全部都 double， 对啊，他们就在抢钱嘛。当初他们来到台湾，他们从头到尾有没有想要好好治理台湾？有没有想要像日本一样在治理台湾？没有啦，一进来台湾之后，他们就拼命的在 A 钱，要做什么？反攻大陆啊！所以为什么那些外省人，他们都会到国外去，把钱放在国外，放在瑞士的账户里面？而且我们很清楚知道，有一个中山奖学金，中山奖学金基本上台湾人是不会拿到的，都是外省的第二代，他们可以去训练外交官。中山奖学金就让那些人可以去训练，然后到国际上去了解更多的国际资源，然后呢拿回来给他们自己用，然后把我们当傻子。我常在讲，他在教我们英文也是一样，他不会想让你讲英文的，他就不要让你跟外国人沟通嘛，所以刚开始只会叫你看书而已，叫你写字而已，他不会叫你读跟听。读跟听是最弱的，可是我们学语言，从小学语言都是学读跟听。他教我们中文的时候，不是就强迫我们一定要听懂老师讲什么？他就讲中文啊，你如果听不懂就没有办法写笔记写作业啊。我星期一跟那个我们的季教授到玉里去演讲，他在了解其实我们的语言真的在国际上真的很弱，我们在台湾学的这些语言到国际上根本用不到，而我们学的文法，我澳洲的朋友告诉我，我们学的文法是他们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去学的。很奇怪你学会写文章的文法，阅读的文法，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去学，
他们只要学会听跟讲就好了。然后我们学的东西他们用不到啊，我们哎，他们用得到东西我们学不到，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他到底在怎么教育我们？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什么叫做琉球模式哈。哎，等一下，阿 K，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讲完哈。我每次都一定会讲这个，让各位了解我们的模式，我们很清楚哈。我这样大概让各位知道哈，我们是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主张。国际法律哈，国际法律本来就是。按照哈，咱的国际法律，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本来就是正常化。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怎样才能正常化？就只有根据国际法理，根据战争法，根据万国公法。这些法理过去已经从183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承认了，而且都已经行之有年了。根据这些法令，台湾的国际地位可以正常化，可以参加国际组织，用台湾的名义参加任何的国际组织。现在世界已经地球村了哈，如果台湾不能参加任何国际组织，我们台湾人的健康，我们台湾人的科学，我们台湾人的医疗，然后台湾人的一些未来，全部都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你看新加坡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我们以后要学新加坡，我们以后要学瑞士，这些民主党都常常跟我们耳提面命，像瑞士一样中立国，你们以后我们也不用当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怎么样，是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离开他们一个小小流亡政府离开之后，我们也不用再理他们。我们只要去了解，我们只要真正去了解，好，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入国际社会。我们以后也跟中国人当好朋友，跟美国人当好朋友，跟世界各国人都当好朋友。我们当中立国，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将来哈，他们的受教权。可以跟外省人一样，可以跟世界各国的小孩一样，让他们具有国际的竞争力，像新加坡的小孩一样，让他们从小一出生就学日语、学美语，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台湾将来的小朋友能够具有这样子。我们这一代，我们已经经历了迷失的30年、40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继续迷失下去。这是我跟很多的我们政治局的我们的委员。我们一起来讨论的，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了解，多来接触，因为这是真正的台湾历史，这是你们各位真正要去了解的。所以我们希望根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地位的正常化。我们的主张就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真正去订台湾的关系法的合约的架构，你一定要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到底在讲什么。讲到这个，我就要跟各位讲，我想请问一下哈，还没有买新台湾论的举手，还没有买新台湾论的，好，手放下。你不但要买哈，你要买去送给朋友，那是真正的台湾历史。你了解台湾历史，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你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你被骗了60几年了，你还不知道吗？你要成为堂堂正正的台湾人，你要走得出那个台湾，走到国际社会，让台湾承认。你不要拿那本绿色的护照，你希望拿红色或蓝色的护照，那代表什么？绿色就是无国籍啦，它不被国际承认的，所以我们才会拿到那本绿色的护照。你要像拿日本的红色护照，还是拿美国的蓝色护照？这些真正被世界各国承认，被190多个国家承认的，还是你要拿？在台湾的美国旅行证件，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去美国开记者会，我们下个礼拜要去日本，这些都是在诉求，让日本天皇那个去握有台湾的残余主权，去实施对台湾的残余主权，去跟国际宣誓。这些我们要求日本他们去修改他们的宪法，台湾这样才有出路，才有活路。我们这样刚刚讲了很多，常常举一个例子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各位一定要记得，我现在口袋里面有一张彩券，好，我假设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彩券，我已经买好了。我告诉各位说，如果我中奖，我跟各位平分，跟大家均分，大家通通有奖。跟我现在告诉各位，我要去买一张彩券，
中奖了，我跟大家平分。今天我食言而肥，我说到没有做到，我真的中奖了，可是我没有跟各位分。我哪一个哈？你可以根据法律来告我，我要给你们钱。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彩券的，还是说我即将要去买一张彩券？对，口袋有一张彩券的，因为这个彩券我已经讲了，这叫约定了，已经有东西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去分，就像日本天皇对台湾已经有主权一样，他可以去对台湾实行支配。那中华民国一天到晚说将来台湾是他的，就说他要去买那个台湾彩券，还没有买，他到底会不会买不知道，他就说那个是他的，他将来跟你们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告他，因为他也不合乎国际法，也不合法律。所以你要了解，我今天跟你们应允那个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个我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我跟你应允说，我口袋里面有一张彩券，将来我会跟你们分。如果我中奖的话，那个就有法律效力。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在台湾，它就是日本的，那个就有法律效力。它是房东，它永远都是房东。台湾已经被他宣告，而且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有代表他们去参战参政，所以今天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就算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啊，刚开始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好好的干嘛要改变现状？但是你会想想看哦，你如果没有改变现状，你永远走不出去，台湾的国际地位永远没有办法正常化，你现在就真的要拼一拼。而且我们100%会执政，美国一定要遵照那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然后一直一路的扶植我们走向执政之路。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要准备好。你不要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又在那边搞不清楚的被民进党的被哪一个党派的跟你讲一下，又在那边跟着大声疾呼说台湾要独立，那你就枉费来这里上了6天的课，上完初级班、高级班，成为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你一定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才有办法。我们现在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这里跟各位让各位了解台湾真正现在的状况。你也要了解台湾政府的台湾民政府立场，我们不会使用武力啦，也不用使用暴力。我们但是用各种方法让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我们现在要委曲求全啦，不要跟他们。也许你在这里你会发觉国民党有派人来，你会发觉民进党有派人来，那明明就是你在国民党的那个场合看过的他们的造势场在那里挑啊咖，没有关系，我们委曲求全，因为他们有资格来刺探我们，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美国告诉我们越公开越好，管他民进党、国民党要来，就让他们来嘛，他们只要能够遵照国际法、遵照法理，我们都欢迎他们来。啊，如果他们来这里搞破坏，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是跟他不合作、不配合。但是我们委屈一点，因为他们现在是台湾当局，除非他们今天解除武力了，跟我们对等，他们没有军队，没有他们哪一天再来搞一次228屠杀，所以除非他们武力都解除了，没有我们委屈一点，我们不要武力，我们不要暴力，我们只要台湾回来我们的治理，回到我们的治理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对中国殖民政权推动的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讲到这个就有学员跑来问我，那老师你有没有交健保，你有没有交劳保，你有没有，你不要问我啊，我有没有交跟 我有办法不交，那是我的本事嘛，你不要问我说我到底，我就是不合作也不配合嘛，我现在跟他就是不合作也不配合，然后他有办法，我跟你讲，我开着车子到外面我去上课挂红牌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管区就来敲我的车窗，他看得很明显，他问我说你这个是哪一国大使的车子，你懂吗？他以为这是新的挂红牌下面挂白牌是大使车。他看到我，他会跟我讲说：“你这是哪一国大使的车子，对不对？”因为我穿西装打领带嘛，然后我看起来这个样子就是他讲不过我的样子嘛，所以他很客气的问我嘛。但是我们也有童心这样子，他可能穿个短袖、穿个 T 恤、穿个短裤开在那边，他就把他拦下来：“你在违规挂车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方法，我们对他就是不合作跟不配合。我要结束他我要尽全力结束他台湾，我就开始跟他上课，让他了解。其实问很几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你可以问他：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为什么外去国外奥运代表队叫中华台北？那为什么中华台北的全名叫英文老师都不知道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像这些
你都可以去问的他哑口无言。我们可以问很多的让他概念越来越清楚的事情。这些你可以问他嘛，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哪一条路可以让台湾走向国际社会，让台湾的国际地位在社会上可以在国际地位正常化，他没有办法嘛。如果我做得到，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我们用理，我们用法来跟他讲，不要跟他讲情啦，也不用跟他讲说我们是政治台湾还是什么台湾，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法理台湾。接下来各位，我们来看看什么叫琉球模式哈。今天第一堂课哈，所以各位精神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讲一些比较枯燥无味的哈。啊，以下一堂、下一堂、下一堂的讲师会越来越有趣哈。什么叫琉球模式？那个1943年11月2号晚上，罗斯福在下榻的别墅，请蒋介石夫妇，然后王宠惠做记录。在归还领土方面，罗斯福总统提到琉球群岛问题，不止一次询问中国是否要琉球。元帅啊，蒋介石回答说，中国会欣然同意由中国跟美国联合占领琉球，但是最终应该国际组织托管，由美中两国共管。这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由美中领导人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Article 3哈所规定的联合国托管体系下，美国是琉球群岛唯一治理当局 ，Sole Administrating Authority 哈，然后没有涉及中华民国。琉球占领由原先美中共管的共享变成美国单独管，足证证明罗斯福跟蒋介石的那个会谈的内容，并不是能够绝对成为对日合约的条款。台北美国的领事馆在1946年10月2号在发出的机密电报里面提到，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可能终将企图证明其对琉球群岛拥有主权，甚至流亡的中华民国到至今仍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有主权，其来有自。然而这些不会影响国际社会承认琉球主权归属日本。所以呢，管他中国怎么想，琉球现在已经回到日本的手上了。把琉球跟台湾在法制编入日本的过程对照如下：琉球台湾领土取得时间1879年的宣示主权，1895年确认主权，1895年取得主权，哈、哦，琉球跟台湾呢、哦？第二个领土取得的方式兼并割让，第三个，这个就是那个中国割让给日本哈、哦。第三个普及国民教育，落实国民教育哈、哦，日本开始对琉球跟台湾都落实，从国小一年级开始实施征兵制。1898年到1945年4月1号开始，对两个地区都实施征兵制，地方制度的建立完成哈。1909年建立完成，赋予参政权。1945年4月1号，日本明治政府在1879年3月11号执行第二次琉球人废除琉球藩，编入鹿儿岛，在4月4号宣布成立冲绳县，完成琉球的兼并。日本1879年兼并琉球王国，于1898年兼并夏威夷王国。这些过去的历史哈，很清楚的告诉各位，让各位了解到说，当初琉球是编在台湾的整个那个管区里面。后藤新平呐、啊，那时候在管台湾的时候，本来要把琉球编到台湾，可是台湾那时候已经经济独立了、啊，然后那个后藤新平他误以为琉球哈是一个负债的那个岛屿，他不知道琉球那时候已经那个，那叫什么？会计制度叫什么？损益两平啊。已经赔钱跟那个赚钱已经不赚不赔了，所以后藤新平公我不要琉球，他为了台湾好，他是台湾的总督。如果他把那时候把琉球纳进来事情简单多了。他那时候这个都很多的阴错阳差，他说琉球赔钱我不要，所以我只要台湾就好了。所以他就把台湾治理得很好，然后他不要琉球，很可惜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惜啊。台湾的法理地位跟琉球是一样的。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国土，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在正式被编入为日本治理国都法定的国属，或台湾正式被并而编入治理国之法定领土的一部分，成为独立国家，达到最终法理的地位。联合国对葡萄牙放弃东帝汶之后，西班牙放弃西撒哈拉，达到最终状态的判定标准，因此台湾的法理目前地位仍然归属日本。所以就历史而言，琉球只是曾经向中国朝贡的藩属，从来没有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却让中国误认对琉球有主权，甚至包括钓鱼台列岛、间隔诸岛。
如果台湾、日本、台湾、日本、台湾的主权对中国让步，形同提供中国得寸进尺的大好机会，迟早即将危及日本对琉球的主权，进而威胁日本本土的安全。所以，请日本政府务必三思，权衡利弊。当年维文发表《琉球自决权》，作者哈，在1933年出生于琉球那霸市，他在1951年是持美国军事当局核发的护照、旅行证件、去东京，这点雷同。林志升控美案也是一样，我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美国军事政府发给台湾人民旅行证件。其实我们这次去美国哈，当初美国已经答应了，那为什么美国又变卦？美国他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他觉得说如果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很快的就迈入完全执政，所以呢，现在是靠我们自己大家，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去哈。找到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本土台湾人4000个公务员41万张身份证，达到美国的要求，这是美国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能够跟他要求旅行证件。当旅行证件下来的时候，大家会像那时候伊拉克民政府，大家抢着办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因为你要留在台湾嘛。那还有一些助力啦，明年4月到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来发行中华卡，你也那个。要让那个中国人的第二代来申请中华卡，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助力。很多事情危机都是转机，我们只要把握这些哈，趁势而起。我们活动一直都在做，包括新年新希望这些活动，我们都一直在持续进行。只要我们准备好了，美国就会把政权交给我们。琉球列岛的美国军政府在1950年12月15号，基于长期统治琉球的需要，改组成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之后，在1951年4月1号设立暂时统治机构琉球临时中央政府。后来在1952年4月1号，因此琉球政府成立而解散。其实4月1号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日本的不管什么的国定的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宣誓的日子都定在4月1号。那台湾很怕我们去太了解4月1号，所以把4月1号定为什么？愚人节，他一点都不是愚人节哈。对照上述时间表可以确认哈，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前，持占领琉球的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美国军事政府核发的旅行证件到东京哈，所以本土台湾人可以比较琉球模式，应该要求拥有台湾主要占领权之美国军事政府跟美军当局的护照，美国军事政府应该亲自的委由代理执行台湾占领，本职为中国殖民政权的台湾治理当局代理核发赴美国及日本均免签证的无国籍旅行证件，绝对不是核发中华民国护照给本土台湾人。所以哈，我们现在就是要求一步一步的要求美国对我们开始完全按照国际法，完全按照战争法对台湾实施他的统治。所以美国他有答应哈，一点一滴各位就会看到了。那台湾人真的已经受68年的那种这种荼毒的教育哈，真的要眼见为凭哈。其实清泉岗基地美国如果等一下下一堂课的讲师应该会讲，你会看到他们在他们有4个核弹头哈，就不小心的从美国运到我们台南的军事基地，然后放了1年多，没有人知道。这是这个台湾的新闻报道出来，放了1年多，没有人知道。然后他们自己在美国在清查库藏的时候，我少了4个核弹头，他就派军机半夜跑到台南去把它载走，从清泉岗飞走了，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台湾的国防部。然后第二天才请那个美国的驻台湾的那个叫什么？驻台湾的叫什么？那个最大的那个叫什么？不是大使啊。代表了哈，那他就请他来通知国防部说，我们昨天去台南帮你们帮去运走了4个核弹头，他们那个国防部长才宣布说，好可惜哦，不知道在这里已经放了1年多，没有我们就可以研究了解。你想看美国在清泉岗基地可以来去自如，美国在内湖的基地可以跟我们租99年加99年，然后海军陆战队 F22 这些在台湾的南北。这些包括船舰啊，包括你现在看到的阿帕契啊，刚刚看到的乐山基地啊，到处挂着美国国旗，他只是很不张扬的在这里实行占领。
因为他尊重中华民国当初跟他的合作协定嘛。可是实际上从头到尾他都是老大，他都是老大。那我们只要哈想办法，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中华民国哈不要那么乖哈，那么顺从，让中华民国开始对他反叛。只要中华民国开始对他有这个不合作的意图哈，他对美国也是啊百依百顺啊，就不合作啊，那美国就会开始采取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马英九啊，赶快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哈结成友好的关系，因为美国他不太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治理台湾。因为他就是不想台湾变成共产党，那时候才会把中国交给，把台湾交给蒋介石嘛。那我们就让那个习近平跟马英九他们两个结拜好了哈，让他们很快的，就是开始寻找他们的模式，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中国，这样子美国就会很快的出手了哈。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军事战略情报都想要把中国哈，高级班里面会有上到中国国情报告。他要把整个中国框起来，啊，围起来，所以现在台湾绝对不能放开。所以像这些动作，哈，其实我们真的要鼓励马英九，我们要多支持他们去跟中国大陆做友好的合作，哈。他做的合作越多越好，哎，这样子呢，他们就会很快的，哈，哎，完全的移到平坦，哈。那个给我看一下那个我所有的那个标题，我看一下。回来那个那一整个系列的那个标题，我看一下我啊，对，那个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检察署哈，那个邀请我们秘书长到那个台中华民国当局哈去访问还是什么，他去质询他啦，然后很有趣哈。2009年10月27号9:40，他准时到达，秘书长准时到达台北博爱路的高等法院检察署门口，挤满记者。他向支持者，我们的民政府的支持者，然后打过招呼以后，开始接受媒体的访问。9:55，在法警的引导之下进入侦讯室，位置在一楼，隔开铁门，有点像我在四川被关入看守所的情形。进入侦讯室，原来高等法院检察官已经在等着侦讯。检察官哈，检方命令法警帮我准备椅子，坐定后开始侦讯。他就问秘书长的出生年月日、地址、电话。他就问秘书长，问他说：“哈，请问一下哈，那我今天是什么身份来到这里？”检方说：“你今天是外患罪被告，也是证人，你可以拒绝作证，依法保持缄默。”他说：“我愿意作证。”秘书长说：“我愿意作证。”请问是何人提告？他说：“是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检举并检报。”检方拿出证人切结书，您看过以后签字。你是什么理由控告美国？他说：“2006年10月24号，在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庭提出控告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B条、第4B条跟第23条，要求美国厘清跟台湾的关系，依照国际战争法以及美国对外战争惯例，发给台湾人美国国民非公民护照。好，检方说，请你简述上述的内容。他说，第2B条哈，日本放弃台湾的领土权，不是台湾的主权哦，因为条约的 right、title、claim 都没有加 s。第4B条。主权放弃要怎么要加 S 啦，加复数 S， 他没有，他只有放弃领土权哈。第4B条，日本人民还台湾人民的跟财产遵从美国军事政府分配跟登记哈支配。第23条，美国是台湾地区主要占领全国。检方说，你有没有意愿将台湾交给美国？他要定他的外患罪嘛，把台湾交给美国要什么叫什么外患罪？台湾本来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所以检察官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好，台湾。秘书长说，台湾从来不会是美国第51州，因为跟法令不合，不可能发生。我所追求的是让台湾回到历史原点，本土台湾人才有资格按照联合国宪法第73条自治。二战之后，美国是台湾唯一的征服者，依照战争法占领权，提醒美国战后对台湾有义务要履行，本土台湾人有权取得领取美国国民非公民护照，我们不要领中华民国护照。检方就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有没有替陈水扁控告美国？有没有？他怎么可能替陈水扁控告美国嘛？陈水扁告美国是陈水扁告美国，秘书长告美国是秘书长告美国，两个八竿子打不着边。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中华民国、民进党、中国国民党，我们怎么可能去陈水扁替陈水扁告美国？
秘书长说，所有跟陈水扁前总统律师李维的书信往来，都是我书写之后交李维律师变成法律文字，然后向美国军事法庭上诉法庭提出。陈前总统不是完全了解内容，不过9月23号，我已经将完成诉讼状交扁办转交陈前总统，两个诉讼文件我都自己跟律师坎普跟律师李维直接以电子邮件讨论以后搞定，跟其他人都没有关联。陈前总统也一样，他尊重我的研究。那你知道诉状有没有交给陈水扁？他说当天苹果日报刚好有照片刊出，照片看守所人员拿着该诉讼状。检方说陈前总统有付钱给美国律师吗？他说没有。然后他问谁付钱？在美国的本土台湾人，我们的组织福尔摩沙法理建国会跟台湾民权诉讼组织成员付的，跟陈前总统无关。那姚嘉文说陈前总统被你骗跟被你利用了。秘书长说啊，姚老先生可能年纪太大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庭上所看到的李维律师跟客户协议书是8月25号陈前总统所签，上面还有台北看守所检查的红色标记，可以证明是前总统本人的意思。他自己也想要告美国，他想要为自己图个出路。林志升递出两个控美文书给检方，检方似乎不了解控美案有林志升控美案跟陈水扁控美案，口中喃喃自语半天，一直在翻六法全书。我们去过法庭都知道，检察官当他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他就会假装很懂，开始翻六法全书，因为台湾的六法全书他也翻不出来国际法，也没有战争法，他这边喃喃自语一直翻哦，在问说，陈前总统不是要去美国作证？秘书长说啊，林志升控美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我要求陈前总统以中华民国前总统身份出庭作证，美国确实有在台湾行使主要占领全国管辖权、运作主权，这是陈前总统他知道的最高机密。美国一直都在台湾行使主要占领全国的管辖权、运作主权，他要作证的是这一个。因为2006年的6月26号 ，AIT 处长杨苏蒂曾经赴总统府做3项训示，那时候陈水扁真的吓一跳呢，因为陈水扁还搞不清楚，他真的搞不清楚说美国是最主要的占领全国，然后突然杨苏蒂就来跟他训示，然后那个好像陈水扁跪着接旨，然后跟他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当场愣在那里，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跟我命令？他后来搞清楚，哦，原来美国是老大。他训示什么？第一个，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个，台湾人不可以公投，不可以加入联合国；第三个，一直到今天，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陈前总统要作证的是这个部分。他要作证，真的是美国去命令他，到总统府去命令他，他只差没有跪着接旨而已。嘿，他就很惊讶，为什么那个杨苏蒂可以来跟他颁布训示？检方陈水扁控美的部分又是什么？秘书长说，中华民国内部媒体跟名嘴都是胡说的，根本不了解陈前总统的控诉内容，瞎掰。请问检察官知道陈前总统在告美国告什么？检方说，你说说看，因为他不知道嘛。简单说，陈水扁要求移转司法管辖权。我来举例，陈水扁为什么要求移转司法管辖权？各位，请问一下啊，我们时间快没有了，我问了，因为他有叫人关了嘛，他移转司法管辖权，他转到美国，他就可以被送到美国去嘛。1945年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时候，如果麦帅犯法，将交给日本审判或是美国军事政府，当然是美国。今天陈前总统延续麦帅1941年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台，当了美国军事政府代理管辖台湾的行政官。如果犯罪嫌疑不会是马先生的政府审判，应该是美国审判才对。今天我们依法论法，一个学术上的探讨，加上两个控美案，竟然能够让中国国民党向高等法院以政治问题提出诉讼。所以他最后他反过来问说：“检察官，我会不会请教你一个问题？”检察官当然说好啊，那他还要专业嘛。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报纸上写说，昨天高检署检察官加入国际检察官协会，是以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称加入。你知道 Chinese Taipei 就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的简称吗？高检署自己都不承认中华民国，都说自己是流亡政府的高检署，怎么能够以外患罪来控告我跟前总统呢？检察官读的说哪里啊？真的，我们昨天有加入 Chinese Taipei， 加入那个国际检察官协会哦。然后检察官就当然回避不谈了。检方说，美国或者在台协会有没有人跟你接触？当然有啊，但是美国他们的法律有规定啊，在开庭期间不能够单独接触啊。
所以没有律师陪同，他不会跟他接触啊。所以秘书长有讲说，从2004年以后，我已经相信自己不是中华民国国籍，我没有中华民国护照，也没有第三国护照，我不会去美国，只会透过律师控告美国。这两个控美案不会停止，现在还在持续。陈建忠总没有撤销律师的委托，就是这样。如果还有必要，我还要征询你。他说乐于出庭。然后你看报纸哈，《中国时报》报道，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回到那个智利英雄哈，你可以回去每天都有一篇。每天都有一篇那个战争史在我们的网络上，甚至有天有一些时间有两篇，你可以慢慢去了解。我都把它用 Word 截录下来。如果你现在需要之前的，好，我们那个那边都有哈。好，为什么最后让各位哈，各位都可以像这个英雄一样？这个英雄他本来不是英雄他本来只是一个管理阶层一个 staff 而已。他为什么会成为英雄？因为他平常做的事情让他愿意信任他。这是智利，各位记不记得去年智利发生那个矿灾？那些人在地底下几十天，竟然被救出来，完全33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死掉，只是瘦了很多，然后都被救出来。这个报纸新闻各位记得吗？啊，为什么哈？他的避难所只有2天的粮食，2天哦。为什么他可以撑到17天之后，他们打通了一个洞哈？好像那个直穿地心，打通那个洞，直接到地心，然后开始输送粮食。为什么可以2天的粮食可以撑17天？各位慢慢来看这个投影片哈。哎，智利共和国在南美洲，西跳太平洋，东临阿根廷跟玻利维亚，北接秘鲁，南望南极洲。它有75万平方公里，人口1600多万，是信奉天主教啊。它里面有很多铜矿、铁矿、煤矿。智利在安第斯山脉跟太平洋之间，南北长4300多公里，是台湾的10倍。所以呢，他们叫做丝带国，因为东西宽只有大概跟台湾一样，但是长度是台湾的10倍，所以他们像一个丝带一样。8月6号，智利矿坑灾变，2010年8月5号啊，2年前哈，智利北部科比亚波士哈周边沙漠地带的圣何塞铜矿地下矿坑发生坍方，当时33名矿工在地底下634公尺，很深哦，634公尺有多深？各位知道吗？玉山的1/5的高度哈，然后呢，离坑道入口5公里的位置，5公里，他们头顶上方是重达70万吨的岩石，结果整个都被封起来了。33个人埋在那里面。8月6号，矿工的家属焦急等待，因为过了2天，他们担心救援人员会从矿井内挖出33具尸体。8月7号，矿井再度发生坍塌，救援行动被迫终止。时间流逝，受困矿工机会生存机会更加渺茫。人家都知道黄金72小时嘛，哈。32个智利工人跟一个玻利维亚人，33个工人被困在地下，生死未卜。32个智利人跟一个玻利维亚，哈。8月10号，矿工们抬着矿工的守护神啊，他们的矿工的守护神赶快进来，希望可以有奇迹出现。那时候已经经过4天了，已经经过黄金救灾时间了。灾难降临的期间，他们本来在吃午餐，轰然巨响，矿坑崩塌了。经过3-4个小时烟蒙蒙的处境，碎石灰沙才逐渐尘埃落定，心神稍微平静，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啊，因为看不到听不到嘛哈。就开始讲一些有的没有，有的人说1天之内就有人挖通了，有的说救援不会晚于2天呐、啊。33个矿工，33种看法，在黑暗中碰撞，找不到一个令众满意的结论，在惊慌纷乱之中，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哈、哦，领班乌尔苏亚，哈、哦，乌尔苏亚，哈、哦，他戏剧性的开口，他说，哈、哦，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团结，一同为生存来奋斗，我们只能互相争吵，在分裂中等待死亡。这句话送给各位哈，这个时候，在台湾的本土台湾人，如果没有办法团结，一同为我们的正确的台湾的国际地位一起来奋斗，我们只能互相争吵，在分裂中等待死亡。大家好像在黑夜里面找到可以捕捉的烛光，愿意让乌尔苏亚带领他们的命运向前，他们就全部往下退呢。他们本来在634公尺，往下退到688公尺，往下、欸、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一个矿坑避难所，里面有2天的粮食。他们没有躲在那个事发的地方、哦、在此之前，智利政府为矿工着想、哦、有一个安全生产标准，并避难所要有2天份的饮用水。
33个人的避难所，15瓶，没有氧气，没有通讯设备，没有通气孔，只有2天的饮用水、食物。他们手上的食物只有当天吃剩的午餐跟2天份的粮食，结果他们撑了17天。为什么32个来自四面八方的智利人，哈，愿意在这个这么无助的环境，接受一个认识不到3个月的玻利维亚人这个领班的管理，愿意相信他，让他带领同性黑的突破难关？因为他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个慈爱。根据矿工们形容，虽然新上任领班跟他们相处不到3个月，但是从平日的生活，他感受到他们的照顾跟真实流露的爱。第二个公平，他处事正直，对所有同仁都公平公正，没有任何私心。哦，我现在讲的好像在讲秘书长哈。乌苏尔雅是慈爱公平的人，只要大家开口，他们都愿意顺从。乌苏尔雅像2000年耶稣一样，拿起5饼2鱼，拨开给众人。他分配每个人吃剩的午餐，加上避难所2天的食物、生水，这些零零碎碎的5饼2鱼，让33个大男人活了17天，让他们每天免于惊慌失措、抢食争斗，最后兽性大发，以相咬吞食哈人吃人的悲惨结局的时候，他们哈控制权是48小时吃一餐，2小汤匙的尾鱼，1片口粮，2口牛奶。规定食物领到的人不能先吃，33个人都领到才能一起吃，免得大家会紧张抢别人的。好，而且他规定哦，在矿坑哦要规律的运作，8个小时睡眠，8个小时工作，他们还要继续挖矿，8个小时吃饭、运动、娱乐，按表操课，遵循作息时间表，是维持众人心理上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呢，你回去就是这样子，每天1个小时看《新台湾论》，按照你的标准的做。尽管身处浩劫，仿佛置身平日，不但正常工作哈。好，对不起啊，因为我时间剩下3分钟哦，让各位可以比较清楚了解他们这样在上面哦，一直想办法。16天过去了，终于挖通一个到那边，然后他们传出纸条，好说我们都活着，而且我们都很健康，大家吓死了，嘿。然后呢，已经剩下一餐份了，还好剩下48小时，再没有挖到，他们就差不多都挂了哈。然后。他们钻孔成功，开始这是救难的开始，因为崩了2次，他们只有坐那个太空梭那种直行的那个机器下去哈，然后那很多英雄都跑出来，他们就直接下去协助他们，啊，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然后总统就很高兴说，他们33个人经过17天都还活着，他们太惊讶了，全国各地这样子，包括邻国的总统都跑来哈。然后呢，他们用10公分的砖头开始放出那个摄影机，照到他们，好让家人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开始做这个机器，好那个缩筒，做了一个缩筒，每天往返是在那个成为他们的生命线哈。然后呢，他们现在还可以换洗衣物了哈，因为他们还要撑，不知道要撑多久。8月25号啊，已经过了，哎，那时候几月？也不知道已经过多久了。哎，那小朋友好像过了1年吧。反正他的那个整个救援的行动哈，我看一下啊，9月1号他们的东西，然后甚至有小丑在那边表演，啊，然后整个分的 A 岸、B 岸、C 岸去开工去挖矿，然后去挖那个救生舱，要去救他们。我记得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他们甚至趁庆祝智利独立200周年，嘿，9月25号，我记得最前面好像是8月6号吧，好，已经过1个多月了。好，这是他们的救生舱，要下去的救生舱，然后开始挖矿，然后整个地深入地底下688公尺，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接出来，一个一个挖出来，然后呢，甚至在挖的时候，怕他们哈已经好几十天没有看到光哈，所以用晚上的时间，然后还用阿司匹林来防止血液，因为怕有那种高山症突然到那个地平面哈。然后10月10号打通了，啊，本来4个月，因为全国大家齐心努力哈，结果3个月就打通了。然后全世界各地都来，你看这是所有的记者采访整个矿区，嘿。然后玻利维亚总统哈，哦，还跑到这里来安慰他。哦，受困六十九天，在地底下受困69天，嘿。然后一个一个矿工这样拉上来，用那个吊桶直接这样一个一个吊上来，嘿。
一个升从地底下升上来要15分钟，坐电梯坐15分钟，坐很久哎。好，然后全世界都在看的直播，啊，最后一个矿工哈，大家给他围上国旗，嘿，他跟总统讲说啊，让你久等了，嘿，就是这个英雄，如果没有他在地底下，他的那个临危不乱，跟大家照表操课。我们现在做的哈，各位都是我们民政府的英雄，因为时间快要结束，我告诉各位，你们都可以成为这个英雄。你们需要这投影片，都可以去跟那个，我们的值班的那个柜台那边去call哈。我告诉各位，我们只要照表操课，一点一滴累积，我们很快就会执政了。希望我们各位一起迎接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日子到来。好，我今天演讲到各位这里，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欢迎 Kitty。各位请坐。各位好，下课休困十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现在各位学同心大家好哈，来这边点一下没有到的请举手。